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影子。那明天早上就要动手术了，其实手术也是小手术啦，就是把3颗智齿拔掉。那我打算就是现在先录一个影片，让大家看我手术前的样子。然后明天我不太确定有没有办法开电脑，就是有没有办法正常行动，因为我明天要，他会给我打麻醉药，然后睡眠2个小时。那预计在2个小时之内会完成手术。那完成之后呢，我还要每天要吃那些药。不过听说吃那些药的副作用就是会昏睡。那明天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，就是正常的跟大家讲话。那有可能会嘴巴肿的跟熊猫一样，就没有办法讲话。不过还是会拍影片给大家看，我就是手术前、手术后的样子哦。就反正让大家笑一笑。好啦，那我现在差不多就要休息了，明天手术完再跟大家见面喽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欢迎录影片，Shadow talk to me，Shadow speak to everyone。你的观众是台湾人，你要讲台语。啊？什么好？好可怜哦！我现在放大他，看的，让大家看一下的。估计他应该1个多礼拜不能拍影片。然后还给你，自己关掉。我会死成的，在我完成那些，晚点再见，拜拜。